今日请坐。各位同心，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潘信行哈，潘信行哈，我是今日的题目是，我要讲的是个迄个台湾体育运动的回顾啊，加展望。哈，伫还未进入这个题目以前哈。我想要将我最近两个月有参加一寡迄个社会运动诶，迄个所得到诶一个迄个感想吼，想要甲大家来分享吼。啊，是两个月吼，我所我讲台语毋知听有无吼？有啦吼，真好真好啊。我这两个月所参与的这活动吼，拢总是吼独派，拢是独派哦。嘿，骂咱骂啊足厉害啦，吼、哦、啊民进党的啦，吼、哦，迄种骂咱的啦，吼、哦、啊，另外就是迄个教授协会吼、哦，台湾教授协会吼、哦，迄嘛是会使讲偏到。台独这一方面的啦吼，啊，因为我1990年吼，都甲因拢做伙啊，拢做伙吼，像讲迄个国家联盟的主席姚嘉文，哦，伊上切咱的，吼，伊骂那小上厉害，吼，啊，阮开会拢伫伊个办公室呢，阮咧开会，伊拢伫内底拢咧听呢，吼，但是无要紧吼。因为我也无表明我的身份啦吼，我是因为228的关系啦吼，我是迄个228的受人家属啦，啊，为1990年吼，李登辉讲228爱开始爱甲迄个甲创个清楚吼，为迄个时阵开始吼，啊，我就开始参与这个社会运动啦吼，啊，今年的228吼，啊，同款啦，拢教练拢一定会邀请我，邀请我参与，啊，就为这个，我伫台北啦哈，伫台北，台湾国内所有的我拢有去哦，啊，像嘉义咯吼，基隆咯吼，我拢有去，啊，时间拢无同款啦，吼，因为228迄天是为2月28迄天为开始嘛。啊，3月7日，迄个中国兵啊，才入家人，啊，未靠岸就开始扫安尼啦。迄就是2月28是拄拄开始的时阵。啊，迄天吼，就是到这个大稻埕遐吼，台北大稻埕啦吼，底下演讲啦。我爱演讲，遐拢大头咧，哦，蔡英文啦、啊，苏贞昌啦，黄坤辉啦，哦，黄坤虎啦，哦，啊个，甲迄个，迄个张炎贤咯，哦，迄种学者吼，啊，迄个陈其谦教授，拢遮大头咧讲，啊，我是伫下骹啦，啊嘛拢甲咱个迄个民众拢做伙安尼。啊！咱听遐民众咧讲诶，啊，甲顶面伊啊因遐大头啊咧讲诶，拢总是意思拢共款啦，就是对即个即卖现为即个流氓政府吼，非常诶不满啦，吼，非常不满。伊当然伊毋知讲即是号做流氓政府啦，伊是咧甲保护咧，吼，啊，但是哦，人你咧甲保护，伊都无咧对你好啊，所以哦，心迄大家安尼足不满诶，但是吼。无可奈何啦，不管是顶面的还是下骹，拢总表现出来就是讲无可奈何。伫我遐咧看，我几千人内底哦，敢若我一个心肝吼，上平安呐、啊，上平安呐、啊，哦，啊怎啊？
啊，就开始游行，游行，行来到迄个中正庙迄个自由广场啊，吼、哦，啊，才到哦，迄个大学生，吼、哦，正大迄个大学生，因怎啊落去？几个大学生啊，落去办活动，二二八的活动，这是头一遍呐、啊，这是头一遍，迄个少年人主动出来咧安排节目的哦，啊，其中。伊有一个节目哦，伊少年人总是较有创意呀、啊，吼、哦，年轻人比较有创意啊，啊，伊就伊创一个音乐会啦，哦，音乐会啊，人吼拢足济啦，啊，另外一个所在一个天道内底吼，啊，伊就安排差不多座位差不多四五十个啦，吼、哦，迄叫做吼、哦、真人图书馆呐、啊，图书馆内底无书啦，是人啊。人吼、哦，啊，伊在聘请一挂迄个学者，吼、哦，啊，这个社会运动的人，啊，加家属，吼、哦，啊，一人半点钟久，互大家去宣扬哈，诶、啊，你去讲二二八的代志啊，加这个观众大家问答哈、哦，啊，弄一个人弄三十分啦，啊，我去分掉吼三十分钟久，啊我。因为规工甲因做伙时喏，看下大家安尼一个面又夹夹啦，吼、哦，又夹夹，所以我心肝有不心有所不忍呐、啊，吼、哦，所以我吼、哦、一上台吼、哦，我就跟所有的吼、哦、四五十个尔啦，啊、哦，我讲等下吼、哦、十分钟时间，我要甲大家报告两个好消息，诶、欸，大家都哦目睭拢金起来咧，哎。就这款气氛内底，那有啥物好消息？这款的政治气氛全台湾，那有啥物好消息？阿扁也关啦，吼、哦、啊，关啊呢，啊个直都唔放，就是唔放啊，大家恶作甲要害，那有啥物好消息 ？OK， 啊，我就利用二十分钟久，就将我过去我家己家父的代志吼，我是迄个家己的啦，家己有四个议员吼，啊伫迄个车头庆山。啊，四个中间有一个就是家父啦，我的老爸，吼、哦，啊，伊是一个医生呢，吼、哦，一个医生啊，啊，佫是参议会，伊算叫参议会，毋是叫议员吼、哦，叫参议员吼，诶、哦，副议长啦，吼、哦，啊，伫遐请官吼，报喜啦吼，啊，叫一位大哥，伊就知影这个代志，吼、哦，因为伊。可能比我更加清楚，哦，更加清楚。啊，我二十分钟讲完了，剩哦，剩十分钟久讲，嗨，我即马开始要报告两个好消息，哦，大家都开始目睭金起来了。啊，我是该讲吼，第一个好消息就是讲，国际法内底讲较足清楚的，迄是迄个国际法的精神，上重要一个条例叫做。占领无涉主权的转移啦，不是无涉主权的转移。好，从这一点就可以看，现在在管我们的这个台湾当局啊，他对台湾没有主权呐、啊。哦，我大家动头啊，好、哦、好，对啊，你知影吼、哦？这是国际法咯，这是国际法哦。无主权，无主权，你就无资格啊！讲啊，我这个台湾将来是要给什么人啊？要安怎变了？拢无资格啦！所以讲，干那这点，对当甲这个中国，两个中国人哈，一个是流氓的，啊，一个是那边那个歹兄弟，啊，甲因都拢无关的，完全脱离关的，哦。所以这点，这安尼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嘞？哦，大家哎，有影吼，好消息。哎，啊，第二点就是讲，流氓政府未使就地合法啦，未使就地合法。我拄则讲迄个，占领无涉主权的转移，我有甲讲一个迄个例啦，讲美国拍伊拉克啊，哦，拍伊拉克啊，嘛是叫占领啊，啊。啊！伊拉克从此以后，敢变成美利坚合众国？无啊！即马嘛拢军队撤退，啊，拢交下因啊，交下因的民政府啊，哦，啊！即马就讲流氓政府不得就地合法。我来讲，迄个达赖喇嘛吼，
达赖喇嘛都是流亡政府。啊，流亡政府的定义是啥？是一个政府啊，被迫离开伊家己法定的领土，啊，去到别人的所在、别人的土地，啊，伫迄个所在的生存，迄叫做流亡政府啦。啊，就是啊，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难民政府啦。哦，啊，这个嘛，即嘛，这个流亡政府，迄都100%，哈、哦，伊就是离开，被逼离开南京，啊，再来台湾，再来台北，哦，啊，台北迄东西是啥物人诶？日本诶啊，日本是不过是战败尔呢，迄东西才战败了，1949年。你旧金山和平条约都拢还未签呢，迄个时阵就是讲日本就是讲我讲战书安尼尔，去互你占掉咧安尼尔。啊，迄个所在敢就是便利的，拄则有讲过啊，占领无涉主权的转移啊，吼、哦，啊，这嘛是还佫是日本的土地啊，啊，所以伊完全符合流亡政府的，吼、哦，所以讲吼、哦，咱台湾人实在是伫。真安全啦，但是哦，气氛甲你做甲，互你安尼，后尾惊是讲，伫里尾变成中国迄边的啊，中国迄边哦，直直来啊，来台湾买厝送啥安尼啊，有一天就台湾变中国讲，免惊，一定有一天，阮即马咧所咧做就是讲，要安那上即个占领东西，拍赢日本迄个国家，你爱哪个？还原哈，还原我台湾的法律的地位啊！哦，我台湾人，我是属美国的，还是属日本的？啊，有个人讲独派是讲啊，属台湾人的哦，迄种无要紧，以后再过来讨论。伊啊，即马就干那讲较紧的，甲这个中国吼，这两个中国甲脱离安就好啊！哦，我大概是讲啊安尼吼，啊，我就。都讲啊，十分钟有啊，无啊，都阁讲较济啊啦。然后有时间我就会当讲吼。啊，但是恁若有想讲要阁进一步知影，我咧甲伊遐人讲，恁若要进一步知影的时阵哦，我落地啊有名片吼。啊，看下我落的时阵哦，啊，你需要的时阵你才来甲讨。啊，我都结束啊，我就落来。落来的时阵哦，差不多有20个人，从那总来要甲讨名片啦。我名片哪有可能讲地下济啦？名片结结是差不多8-9张尔，吼、哦，啊，就分啊，较紧分，我大概安尼吼，咧着急安尼咧抢。啊，今日有听讲，喂，我无安尼啊，我拢无安尼啊，我要安怎？要安怎？吼、哦，吼、哦，啊，迄、那个有个人吼、哦，去摕着讲，来翕相，来翕相，翕相，我马上就。啊！大家都提迄个卡米拉去翕我的名片啦，吼、哦！啊，有诶用迄个手机，有迄个较好诶手机，啊，就来翕相，翕我的名片啦。啊，我食啊，有个即卖70几啊，我毋捌看着讲有人讲咧名片讲咧翕相啦，无咧。普通咱来讲咧，交换名片，我都用完啦。侬嘛讲啊，无要紧，是安尼尔嘛。他有一个人讲啥物，就去翕相。我只迄个时阵，我只感觉就讲吼，哇，我实在是足幸福的呢。哦，我是足幸福，大家甲当作敢那像我是一个救星眼款呢。哦，啊，因遮人就敢那像伊讲，伫海中咧浮咧沉咧浮咧沉咧遐哦。啊，唔知要安怎？啊，你去看到一粒浮球啦，浮球，哦，较紧的来，要来摸，迄、那个感觉啦，迄、那个感觉。所以我就家己感觉讲，我幸福，我真幸福，因为我那2000块两年，都已经接受的这个法律论述啦，吼、哦，法律论述。所以我心肝拢一直拢足平安的啦，哦。我夏龙亭输的时阵哦，迄个时阵我还阁唔知影啦，还阁无接受，吼，气啊呢！我怎报纸也无爱看，新闻也无爱看，哦，我是这款的人，哦啊，但是甲
蔡英文无调的时阵，我拢袂感觉安怎，中间佫一挂迄落甚物五都咯，甚物啊，然后迄拢其实拢输嘛，我拢袂感觉，有人安尼哦，郁卒啊，去挂伊，去挂号呢，迄落忧郁症啊，吼，哎，佮遮严重啦，啊，但是我拢感觉足迄落足幸福，所以我伫遮就是要甲大家讲。我好啊，这两个月来吼，甲因遮独派遮人啊接上吼，啊好啊，感觉就是讲，我即马在座各位，包括我吼，啊甲全台湾，今啊即个台湾民政府的遮人，会使讲是台湾两千万人内底，我讲两千万人吼，迄三百万我是甲拆开去。这两千万的台本土台湾人啊，的中间哦，上界幸福、有福气的人，吼、哦，我伫只迄落祝福大家吼、哦，感谢，嘿，感谢，这是迄落地话啦吼，我是这两个月的感想，甲大家分享。啊，过来要进入我迄个课程吼，啊未进入课程以前吼，我。先介绍，我自我介绍啦，吼、哦，自我介绍吼、哦，啊，无想讲啊，你跳运动，你哪会你咧讲吼？主要是安尼啦，台湾民政府吼、哦，台湾民政府已经渐渐为这个纯粹的迄个法律的论述的这个阶段吼，进入开始咧要组织一个自治政府吼、哦、的一个阶段啦。哦，要另外一个政府组织的阶段啦。而且讲到这个政府的时阵吼，啊，都包罗万象嘞，吼、哦，都包罗万象。啊，跳运动嘛，其中一个啦。所以呢，即马的排课内底吼，各种的迄个角落，还是迄个区块的人吼，拢爱出来去讲啊嘞。啊，因为。我过去是爱运动啦，非常爱运动吼。啊，我自细汉吼，啊，就因为我厝里住伫迄个台北师范吼，即马就是台北教育大学嘛吼。啊，我厝里哦翻过墙吼，围墙吼，啊，就是北师的运动场。啊，北师吼，台北师范哦，伊嘛有迄个体育课嘛。啊，我就专去甲因多运动啦。我就甲因遐个跳过个同学吼，遐学生吼、喔，变足熟识啦，变成好朋友。啊，因拢高中，啊，我是初中啦。啊，因个迄个指导老师吼、喔，我叫个一位即马真有名个教授啦吼、喔，啊，叫做吴万福老师吼、喔，啊，伊是台湾跳界个指导啦。啊！伊伫五十年前哦，五十几年前的时阵哦，伊就足有迄个科学的迄个知识甲精神啦。啊，拢用迄款的科学啊，迄个真新的迄个方法来指导人家的选手。啊，我拢真有福气吼，啊，接受伊的训练。啊，这以后对我咧带国家队的时阵吼，有足大的帮助。非常的有帮助、哦我一生哦，上大的愿望就是爱做国手，爱做国手，爱、哦、代表国家。啊，即摆我知影，台湾都无国家嘛，所以也无国手啦。吼、哦，啊，但是哦，已经讲几啊十年，讲惯习啊，吼、哦，所以也是讲国手安尼啦，吼、哦。啊，一点请大家原谅，啊，唔通误会，啊，但是哦。但是我迄阵是练田径的嘛吼，田径啦吼，啊我即款身材咧练田径哦，坦白讲哦，无及格啦，无及格，所以讲哦，直直想要做国手吼，永远拢无可能啦，拢没有实现啦，没有实现，啊都进，甲都要三十啊咧，我也无迄个机会通啊哪去咯吼，啊突然都。然后1968年的时阵吼，有一个武术吼，啊，伊伫世界好有通用啊，
我弟弟定来欣羡讲，哎、欸，是安怎呢？台湾哪拢无来啊呢？啊，较歹哦，哎，我见着来啊，迄就是空手道啦，空手道，日本的诶，迄个诶国技吼，空手道 ，karate 吼、哦。哦，我看到了，我就随去报名啦，随报名，我开始就足认真咧练啦，哦，啊，我就想讲，电竞无法度啊。啊！无看这项，看有法度无？看安尼会当达到我的愿望，讲做一摆啊国手嘞无？吼、哦！啊怎啊？哦，人因规定是一礼拜练三天啦，哦，啊我一礼拜共练六天啦，哦，啊因一天吼、哦、是练一节尔嘛吼，那、哦、就一点半钟久，至两点钟久。我毋是嘞，我一天甲练三节嘞。我拢差不多拢许，我练两节吼，两节去上课，啊，一节是家己练。哦，啊，目睭紧都开始着家己咧练，啊，去上班，啊，上班中间才去去，无啊，为上班以前是先练节课，啊，下班了才去去练节课，足认真诶啦，因为这是我最后诶机会。啊，我个1971年诶时阵，三年后诶时阵，诶、欸，讲要参加世界赛啊，讲要参加世界赛啊，哦。迄个时阵是拄初世界，诶，还阁无讲像即马呢，迄年啊，进入轨道安尼吼。迄阵台湾都还阁无迄个经常性的迄个全国比赛啊，吼、哦，啊，都先有迄个世界赛，哦，啊，就讲要选拔，哦，啊，我就去选拔，啊，真好运哦，我话选掉了吼，我要扣六个。啊，我其中一个，啊，了后顺1971年去东京吼，参加迄、那个，迄个舞蹈馆吼，舞蹈第一届世界杯啦。啊，那我就达到我做一生做国手的愿望嘛吼，虽然是一摆嘛，嘛是好啊吼。啊，已经30岁啦，啊，搁对运动员来讲30岁吼，已经是迄落末日黄花啦吼。哦、所以我就较紧的怎啊，都不爱个做选手啊！我去考迄个教练，哦，迄日本人伊即马也栽培台湾的迄个的教练，的师资啊，我就去考，啊，就为基础的教练，一直做到1982年的时阵哦，啊，第一次做到国家队的迄个教练，哦。第六届世界杯安尼，哦，我激动个教练，小教练呐，小教练，哦啊，迄个，了那进入这1994年啊，吼、哦，嘛10几年以后啊，啊1994年吼、哦，迄、那个亚洲运动会吼、哦，第一次将空手道个纳入正式个比赛安尼啦，啊，我就怎啊，我呐变成亚运个教练啦，哦，啊亚运就4年一摆。啊，就1994啊，是迄个Hiroshima，迄个广岛亚运呐，吼、哦，啊，过来1998是曼谷亚运，吼、哦，啊，过来过2002年，迄个釜山亚运，啊，迄个时候我都已经做啊总教练啊啦，吼、哦，迄教练的上 top 啊，我记得都无啊，所以到2002年迄个釜山亚运结束了，我就宣布。退出这个国家队迄个教练的行列吼，回到基层，又回到基层，要过来，佮开始来训练一寡我的好的学生吼。我因为我训练出来的吼，我1990年，1990年是我为我去沙特吼，去三年吼，啊才回来的时阵，啊50岁啊咧。啊要吃头路，无人要请你啊，所以我那个去啊开2间道场啦，空手道的道场。啊，我训练一批人出来，这批人都2002年我退落来了后，因2002年、2004年开始变成迄个国家队的主将，拢主将啊，拢可以啦。啊，我想讲我过来重新过来训练一挂新的吼。啊，结果我想讲，英国有一个真好的制度，就是讲，你做教练吼，你的学生那是有摕到好的，会摕到金牌，伊有奖金，
你教练冇奖金啦，哦，但是教练唔是一个人替啊，是几啊人，有启蒙教练嘛，啊冇阶段教练嘛，啊冇带队教练，哦，啊因这个这体委会吼，乌白甲母，乌白甲母，哦，啊结果吼，讲变成干那迄个带队教练有通替尔，剩咧去。迄个启蒙教练甲阶段教练拢总袂使摕安尼啦，伊是伊做工过较方便安尼啦，因为在队教练拢有名册伫做赢，所以呢要分的时阵真简单啊，其他的吼都较有问题啦，啊伊都嫌麻烦啦，哦，啊你甲想看卖一个国家，一个国手要伫国际比赛摕金牌，唔是三当两当呢。迄是爱记记就爱十档以上呢，啊！这个啊，你伫所赢的出是一年一个一年外呢，一年外呢，你有在来个训练什么去了，对吧？啊！但是因就是别安尼做，所以我足去诶，我足去诶，我知两千零六年哦，我怎去迄落去法院甲过体委会呢？这是有史以来吼，从来唔捌发生嘅代志。体育人讲讲去过体委会啦，吼、哦，中央委伊个是中央级别呢，无管你过。哦，我即个教练是，迄日是应该是夜灯会咧找，都惊咧找无啊！我你将我即个甲当作干呐杀啊呢？迄落我来甲过。啊，但是哦，咱。民过关过会赢啦，拢无法度啦。哦，因为因的迄个法规事实上迄落滴，咱也有法度的。但是哦，至少我表达我的愤怒嘛，我的愤怒。所以讲2010年的时阵哦，咱的秘书长吼林博士吼，伊奉迄个美国的迄个指示啦吼，讲爱建立内瑞国啦。内阁吼，瑞阁啊，这吼、哦，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因为咱台湾人拢无迄个做政府的迄个经验嘛，啊，伊即摆要甲你指导，伊即摆要甲你指导。另外一方面，其实嘛要看讲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呀、啊，你有没有那个能耐呀、啊，对吧？这是真重要。所以林博士你甲讲的时阵，讲用反正你体育运动你来食无，讲好，我来食。哦，因为为我开始运动，一直到我2000年退出来，啊，我嘛是还佫咧做教练呢。哦，我伫教会内底咧带遐囡仔，带遐囡仔哦，还咧耍安尼啦。哦，顶个月我才最后才切断去。哦，因为太无闲啊。哦，所以啊，这中间哦有60几年呢。才有60年，差不多60年，伫体育界60年，哦，所以我有看见迄个台湾的体育界吼，会浮沉浮沉，哦，啊，我阁毋是徛伫边仔咧看，我是跳伫内底，嘛咧介都爱浮沉，都浮沉，所以我对这台湾的体育界吼，我有相当的认识啦，哦，这60年，毕竟吼嘛是有出师啦，哦。所以我說好，我來接、哦、就是現在就是今天我會在上課講台灣的體育運動的這個回顧跟這個展望、哦、的原因就是在這個地方、哦啊、首先、哦、好那這樣、啊、我到這位置我就開始進入我的題目來、哦用体育运动，啊，就体育就体育，啊，佫加一个运动是袂爽啊，啊是运动啊，佫是体育，啊，到底是两个是啥？到底是有啥物无共款啦？吼、哦，我伫遮小可做一个解说吼。伊、哦、这体育运动吼、哦、是一项物件的一体两面啦，其实是共款物件，是代表人类的一个活动的一项。吼、哦，啊，这个人类的活动呢？伊那表现是伫迄个比赛、竞技、哦、运动、哦、比赛的时阵哦，叫做运动、哦、所以咱咧讲哦，运动会、运动会、哦、亚洲运动会、
奥林匹克运动会，哦，就是安尼来啦，哦，啊，那另外个一方面是，伫表现是伫即个学术、学术啦，哦，学术或者是教育的时候，就称为体育了，就称为体育。所以像我们家那个体育系呀、啊、体育学院呐、啊、体育大学呀、啊，哈、哦。就是这样，他有这样的分，有一点这样差别啦。你若讲运动系也没有什么大不可以的啦，哦，无啥物讲不可以，但是习惯上就是这样的分类啦。啊，这个体育这一方面哦，大概就是在1930几年的时候，希特勒的时代，这个运动哦就发展到这个体育这一方面去啊。哦，以他为了要强调吼，以迄个日耳曼民族吼、哦。要优于全世界所有的民族，所以呢，下令一挂科学家、甲医生哦，爱来去研究，免来用科学、用医学来帮助这选手，吼、哦，让因会比别人更加较强安尼啦，吼、哦，啊，所以才有开始就有学术，甲迄个学校诶，迄个制度出来。那么，到底是因为啥物活动，吼、哦？迄就是人类一开始吼、哦，伊变成人类的时阵吼、哦，哦，本来是人猿嘛吼、哦，啊，变成徛起来，我们就变成人类嘛，啊，啊，伊想伊逐工爱做的代志就是去挽水果啊，挽蔬菜啊来食嘛，啊，维持伊的生命。啊，但是伊还佫需要一种的迄个营养哦，叫做蛋白质。蛋白质啊，食物嘛是有蛋白质啦，但是哦，伊个蛋白质哦较粗啦，较粗爱食真济才有法度，才有够啦，吼、哦。啊，若食迄个动物的肉吼，迄、哦、是上精良的迄个蛋白质，吼、哦。所以伊要食迄个肉，伊都爱去打猎、拍啦，有当时啊，你咪去互拉拍去个，吼、哦。啊，所以讲。迄个时阵哦，咱个定位，哦，这个活动是伫人甲兽咧斗的时机啦，人个甲兽咧斗的时机，吼、哦，而且都过了百万年啊，这嘛是过了百万年。后来咧，人类哦，人口愈来愈多，伊开始就迄、那个组织就会变化，为家庭啊变种族，吼、哦，啊过来变民族。啊，民族过来变一个社会，过来就是政府，过来一个啊嘛，伊个直直变化，直直变化。啊，伊直直变化的时阵哦，伊嘛是赶快爱生存，嘛是爱生存，也是讲要伊要扩大，哦。啊，别人要扩大，咱就爱生存啊，爱得改变啊。啊，迄个时阵就是会安那会产生人甲人咧斗。啊，那开始人甲人咧斗的时阵哦，都开始就死人啊，战争嘛。啊，战争就有死人嘛，吼、哦！啊，到处战争就到处有死人啊，啊，上可怜就是遐做老母的啦，吼、哦！当妈妈的啊，就拄啊咧哭讲啊，阮囝去战死呀，吼、哦！所以这是上个真悲伤的工课，的代志啦，吼、哦！所以讲，伫差不多3000年前啦，吼、哦，3000年前，伫欧洲有一个真有名的一个国家啦吼，伊文明真高，啊人民吼，迄人拢真爱思考啦吼，啊因在咧想，迄啊这个国家就叫做希腊啦，吼、哦、希腊 Greece 啦吼 Greece， 啊因在咧讨，因在咧想啦，想讲，哎安那拢爱安尼，啊太来太去咧吼，啊敢无啊多讲吼，来想出一个办法，赶快。嘛是咧斗争，嘛是咧斗争哦。啊，但是咧这斗争呢，伊袂去死人啦。哦，哎呦，我国敢有遮好个物件？哦，啊，大家就开始来咧研究。所以讲，哦，伊就是怎啊研究，就是讲将吼战场咧用的遐个步数吼，遐共款遐个步数，你甲摕来一个所在，啊，大家派代表。啊，来去竞争，来去嘛是来拼，拼看谁赢谁输啊，吼、哦！
安尼来的时阵吼，但是有一点就是讲，袂使压武器啦，吼、哦，袂使压武器啊，哦，同款遐个步数，步数是啥？啊，不外乎就是走嘛、跳嘛、牵呐、射嘛，吼、哦，啊是讲骑马啊，哦，啊赛马车啊，等等，车的步数足济足济步数，啊是迄个摔跤啦、搏击啦。啊，即拢甲摕来一个所在来比赛，来斗争，但是无加武器，安尼就袂死人啊！吼、哦，我大家想想，我迄袂歹咧，俺嘛是好啊。所以因迄、那个因迄希腊是一个城邦的国家吼、哦，一个邦拢是一个宗族宗族一个政府啊。啊，我按每一个政府，大家都拢派人。专研究就讲四年一摆，伫迄七一年内底吼，逐个人拢袂使发生战争啦，袂使发动战争。啥物人若发动战争，众神就会甲处罚。啊，因希腊人就拢信迄个众神啦，吼、哦，足侪都嘛太阳神啦、啊，啥物吼，啊足侪迄个神会甲处罚，所以无人敢要引起战争。所以伫迄个时阵，就四年至少有一年内底吼。大家就安心啊，过日子啦。哦，啊遐遐老母遐都至少有一年拢无听伊遐老遐查某人咧哭安尼吼。啊，这就是吼、哦，咱即马诶所谓的体运动吼、哦，诶迄个雏形，初诶雏形，伫三千年前就开始出现啦。所以因伫每四年伫希腊吼，诶一个真神圣，因就是讲咧敬拜神的迄个所在叫奥林匹亚，吼伫奥林匹亚，啊伫迄个所在吼，啊来办一个运动，安尼来赶快嘛，大家咧斗争，但是哦未过死人，啊伊中间吼嘛会当除了竞争以外嘛，还佫艺术的表演呐、啊，吼、哦，啊，戏剧的表演呐、啊，吼、哦，和其他的人也当去享受迄个斗争的意外，啊，佫有一挂迄个艺术的诶，迄个物件来欣赏，吼、哦，啊，这就是叫做奥林匹亚啦，奥林匹克啦，吼、哦，奥林匹克就是安尼开始，啊，就是即马，佮即马现代奥林匹克。有相连的咧啦，吼、哦！但是呢，伊中间有长1500年，是因为吼、哦、罗马帝国兴起来，啊，伊就要甲消灭迄个希腊的文化，吼、哦，要甲消灭希腊文化，所以才讲叫奥林匹克袂使阁举办啊，吼、哦，怎啊取消？哎，啊，迄是第一届迄个奥林匹克吼。诶，办的是伫迄个公元前吼、哦、B.C. 啦吼、哦，776年，啊，甲公元后的393年结束，拢总举办292届，啊，每四年一届，吼、哦，啊，所以大概算起来差不多办有1000年啦，有1000年，吼、哦，啊，一直甲。全安尼拢停起来吼，敢若像迄个罗马迄个因迄个文化吼，都较粗鲁啦。吼，同款嘛是伫迄个 stadium 内底，吼都安尼，小拢用武器咧打，人甲兽，人甲人安尼，拢流血啊死人。哦，啊结果即款文化结果是冻较袂久啦，拢总差不多300几年吧。哦，罗马帝国大概300几年。啊，就结束啊！呢，啊，过来就拢无运动啊，过来就拢无啥物运动啊！呢，啊，一直到1986年，1986还是80年的时代吼，开始欧洲有一挂迄个贵族吼，因大家都在讨论啦，伊讲哎，咱来恢复迄个。古代的迄个奥林匹克的比赛，好不好？来取代哦！哇，即马拢定来有咧战争啦，定来拢有咧战争。
啊，即马咱是毋是会当来个办者、這個？吼、哦，安尼啊，互全世界人拢来，安尼来看会当减少一寡战争的代志无？吼、哦，啊，所以因在大概那推选迄个法国的一个迄个男将的吼吼，吼、哦，叫做库布坦吼，库布坦，就是咱好多古柏丁啦吼。哦啊！啊！组立一个迄个奥林匹克委员会啦，哦！啊！遮伫1986年，佫再一次恢复新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伫希腊1986年，1896哦！啊！我现在会记的，就是因为1895就是马关条约嘛。所以我甲讲啊，过一年就是迄个第一届奥林，迄、那个现代奥林匹克安尼。啊，这奥林匹克哦，伊都直四年一摆。甲拄则我咧讲个希特勒时喏，一时代柏林奥运哦，柏林奥林匹克，伊都想要利用伊这个通世界上弄咧注目个。这个场合里面要表现他的那个日耳曼民族的优秀、啊、所以才开始有那个新的科学进入这个旧的这个运动的竞赛里面、啊、才有现在所谓体育、啊、跟这个体育大学、那个时候有流传的一个 小故事来说那个迄、那个美国的一个著名选手叫做欧文斯啦吼，伊一个人，伊是奥林匹克迄个希特勒上讨厌，伊是看上无起个恶人啦，伊看上无起，结果这个欧文斯伊是恶人，佮摕四块金牌，啊上重要迄个100公尺吼，吼、哦、大家拢咧注目咧看的时喏。这个欧文斯就甲赢迄个德国的选手安尼，哇、哦！这个、希特勒就气啊，那不不掉啊！啊，故事就都讲，希特勒都拒绝跟欧文斯握手了，哦！啊，但是我伫网络顶面我有看讲，欧文斯哦，伊家己讲的，讲没影啦，迄、那个希特勒对我足好个呢，哦！伊不但甲我握手，伊佫送我物件呢，哦！伊。对我足好个，比阮国个吼，遐、哦、白人吼、哦，对我也够较好安尼啦。吼、哦，伊这是个讽刺就对啦吼、哦。啊，所以讲哦，跳运动这个物件吼，其实都是政治嘛，其实甲政治离袂开啦。吼、哦，这是从一开始要办这个运动。哦，伫古希腊的时阵，伊嘛是因为政治的关系，所以才发明这个运动会。吼、哦，啊，甲新的奥林匹克时代的时阵哦，这个嘛是同款啊，拢遐一挂迄个政治人物嘛是拢摕运动来咧展现伊的政治的迄、那个优秀嘛。哦，所以政治哦，甲运动哦是离袂开啦，甲经济甲。甲这个政治哦，完全离袂开艺术同款，是这个流氓政府哦，伊真头疼。你若无甲分配的时阵哦，伊定定都爱用什么 Chinese Taipei 啊？哇，这 Chinese Taipei 哦，我拍几十年，哦、我以前得意洋洋哦，我规厝间的迄个橱啊哦，啊拖啊，拢有 Chinese Taipei 啦。啊、我那三届的阿文哦，迄个搬遐衫都不得了啦，训练呢，啊休闲呢，哦，啊个比赛，啊个大礼服，敢那都就至少嘛还有四套，哦，啊足拢后壁拢 Chinese Taipei 啦，啊真惊人知影讲这是 Chinese Taipei 是啥，所以伊才一再的讲啊，迄个政治归政治啦，迄个运动归运动啦。无影啦，政治都是运动，运动都是政治啦。哦，我伫希罗西马的时阵，希罗西马阿文嘛吼，啊，拢所有的选手教练吼，拢住伫选手村内底啦。选手村吼是足，吓啦，伊内底哦要入去爱住的啊，甲救木啊，给木拢，
那不得拢拢袂使抓去啊！任何人，你就是总统，你那无摕摇车卡，你要进去 ？No No way！ 你无大机会的，吼、哦！伫咧选秋川内底吼，啊，我有一工啊，我底下时阵啊，突然选秋川的川长，当然是迄个古板国的迄、那个奥林匹克的人嘛，吼、哦！带阿强啊！阿强还甲顾啦，甲顾讲，你中华民国为什么挂那个青天白日旗呀、啊？哦，啊，就来我呢一个 building 吼、哦，伊一个国家拢有一个 building 啦，吼、哦，拢有一面，啊，下骹拢办公室嘛，哈、哦，因各国的办公室，啊，就来抗议讲啥啦？都甲你规定讲，你袂使挂这个旗，啊，你怎敢挂？那有？我都无挂啊，吼、哦！我无挂，无你出来看，你来上看。来，我都行七底啊去看，讲我果然看到，你这青天白日旗吼，挂伫遐啦。哟，奇怪，是啥人挂的哈？我啊，佫直直行到较近的看，讲啊是啊，迄都唔是嘛，迄是缅甸的国旗啊。甲这个流亡政府的迄个旗啊吼，足像的啦，同款嘛是青天白日啊，同迄个所在吼，迄个日吼，伊的迄个光吼，较济啦。啊，所以你看就是迄字啊呢。哦，所以讲哦，这个体育运动哦，啊，政治是离袂开的啦。哦，啊，到尾人家哦，直直回室内，回家啊，佮送水果来，才帮伊刷。哦，啊这。这底下我就要强调是讲，这个、Chinese Taipei 哦，实在是大家都爱了解，这不是一个政府啦，这不是这是一个流氓的政权尔啦，哦，这是一个政啊，我吼干那排一个吼排差不多二十几年，特别三十年，哦，这是题外话啦，啊，然后呢？奥林匹克就已经就是哪新的运动哦，伫三千年前开始雏形，然后到现在，所以这个运动哦，会使讲运动会这个物件哦，是会使讲是足古长历史足古长的啦，哦啊也迄个第一迄、那个三千年前的迄个运动场，我有去过一次。2001年呐、啊，就是宾拉登去弄迄个纽约有啊哈，纽约迄两栋厝的时阵去弄，嘿，双子星啊，甲弄的时阵哦，我拄要带队要去死啦，要去死啦！啊，伫迄落参加，看一个惊一个讲，呼呼呼，迄飞机啊，坐在厝那个弄落啊，惊死！我想讲。那是电影是不？那是电影是不？足惊嘞！啊，我过差不多三四天了后，都要坐飞机啊嘞，会惊嘞！吼、哦，啊，我那迄李处长吼，好野人嘛吼，自细汉拢好命，好野人。打电话看，你怎做领队啦？你做领队，做骨头教练兼领队就对啦，伊不爱去啊，惊死啊！吼、哦，啊，其他嘛有诶国家吼嘛拢怎啊放弃嘞？我还去啊，哦，啊我呢，我就训练啊，遮久啊，啊遮囡仔可怜啊，都无带因去见老老的那会使啦，哦，啊去增加一寡世界的经验嘛，吼、哦，啊都用着好飞个坐飞机哦，啊飞机顶哦，坐无三分之一啦，无三分之一的人拢空位啊，吼、哦，大家拢一个拢会使多哩困的，拢迄落啦，嘿，我作为经济舱，大家嘛多哩困。哦，比赛伫希腊，就是伫雅典啦，雅典咧比赛耍了后，阵我来安排两天哦，或者选手去迄落，啊，都有带去这个奥林匹亚这个所在去看，啊，迄个所在吼，真的是古典，真几啊千年啊啦，啊，迄拢无迄型，都拢安尼旧啊，拢足旧的啦，啊，拢石头啊啦，哦。啊，运动厅看，即马看了，甲即马都无共款啦。伊迄是敢那去安尼，过倒转来吼，
安尼一个 U 型的呢，一个 U 型的迄、那、落、個，哦，啊是甲即摆运动场来比，迄是差太远啦。但是哦，对运动员来讲哦，这个所在是上新鲜的所在啦，哦，然后这是题外话。即摆过来呢，我就是要进入这个咱台湾体育运动的迄落回顾啦，哦。啊，伫这个地方内底吼，我吼、哦、要提出两个人来做一个代表啦，代表咱台湾人过去运动是啥物款的情形？哦，提两个人，一个是查甫，叫做杨传广，杨传广，杨传广，你唔知，恁知影无吼？应该知影啦吼，嘿，啊，伊吼，伊叫做马山呐。伊个原住，伊个迄个高山名叫做马山呐，一定是迄个区公所个，我啊，恁拢，迄规村拢姓杨啊，你个来姓杨好啦，安尼啦。其实伊个名叫做马山呐，吼、哦，伊吼、哦、啊，查某，我们蛮爱公平嘛吼，查、哦、某是，哎，对啦，记证啦。记性伊嘛，即摆还阁真好啊！伊吼，伊是减啊两岁嘛，吼，减啊两岁啊，还阁最近还阁拢有活动。啊，拄到这两个人吼，甲我拢有一点啊关系啦。我感觉有一点啊关系啦，吼、哦，唔是真重要关系啦，就是一点啊关系。啊，我确定会做解释。啊，首先我要讲这个杨传广吼，迄杨传广吼，自细汉吼。伊都是足爱运动诶，吼、哦、爱运动。啊，伊伫迄来对一届迄落中山联运哦，摕两块金牌啦，啊，摕两块金牌啦，嘿、啊，啊，伊落跳高甲跳远啦，吼、哦，啊，甲我就讲，哦，即、這个要栽培，啊，要栽培即个人，啊，即摆啊，叫伊都伫练跳高跳远啦，啊，但是哦，伊若咧甲人走诶时阵哦，拢走比人较紧啦，迄落一百公尺选手煞走输伊啦。啊、所以还跟教练说，杨总管、啊、你去跟他比赛啊，你去跟他比赛，只要赢的话，一碗牛肉面。哦，这我是听迄、那、落、個，迄、那个我刚才咧讲，迄个吴万福老师吼、哦，啊，迄、那个时阵伊嘛是其中的一个迄、那个助理教练啊，伊咧讲的啊，我唔只知影，讲一碗牛肉面，杨总讲好啊，来，哦，啊，就该走咧哈，算赢啦，赢迄一百公斤的选手啦。伊也毋是一百公尺选手啊，但是走就赢啊！啊，即马咧四百吼，走四百，啊嘛，川哥，跟他吧，赢了牛肉面一碗。哦，好啊，伊咧说哦，牛肉面是足澎湃啦吼、哦。啊，伊咧走咧，嘛是赢啦，比迄个专项的迄个骨较强。哦，大家想讲哇，这是迄奇才呢。哦，啊！遮迄阵啊，遮一寡教练遮落去讨论啊，讲，即个甲训练做十项的好无？十项，因为十项运动吼、哦，是世界吼、哦，拢是奥秘的天下啦。田径本来就是奥秘的天下啦，真有色人种吼、哦，较无法度通啊去改变，吼、哦。尤其是咧电竞内底十项吼、哦，是因会使讲是因迄落欧美的吼、哦，白人甲黑人吼、哦，会进乱啦。其他的人，其他的色种的人吼、哦，要无资格参加啦。你无迄落成绩咧。啊，因遮教练就讨论讲，这奇才，大家训练十项，吼、哦，啊，就开始讲，甲训练十项。果然哦，这些人都是有眼光啊！一下去，无外久要参加亚运哦，都甲摕一块金牌回来。亚运都甲摕一块金牌，啊！就普通伫亚洲哦，你训练一项的哦，足少的啦，足少无迄款人才较足少的啦。啊！有人讲去都甲摕一块金牌，哦，佫过四年，佫过去，吼、哦，佫一块金牌。为十几岁就开始摕金牌就对了，哦，就变成就大家亚洲大家号一个名叫做亚洲铁人嘛，亚洲铁人。你要说哦，这人才哦，伫台湾哦，已经无法度国家训练啦，
啊，甲送去美国去，吼、哦，啊，怎啊，甲送去美国去？第一咧，加州大学吼，哦，洛杉矶分部是吧 ？UCLA 啦，伫 UCLA 底下咧，底下 UCLA 吼、哦，那伫体育界吼、哦，尤其是电竞的吼、哦，你那讲，哇、哦，这是 UCLA 出来的选手哦，吼，拢是一支的，拢世界，拢世界。啊，因为人讲就是去遐训练，一去吼，从那领导全世界一十项运动啦，哎，唔是干那亚洲咧，伊去到世界的时喏，领导啦，为伊去的时六千几分啦，变七千几分，无偌久就八千几，啊，佫刷到八千外多，佮改纪录，无啥意思，常常咧看个杨通讲破世界纪录，哇，佮无偌久讲个。噗一个变九千分啊，九多分啊，打破迄个人类第一个拍破九千分的，就是杨忠广。哎，一个拍破了的时阵吼，哦，这个世界田径总会哦紧张啊嘞。哎，他们的一个计算方式吼，计算方式诶上限是一万点尔嘞。吼，啊，杨忠广已经甲付到九千几点去啊啦。啊，这。从世界大家都拢咧等啊，讲啊，看恁这边安怎，到时要咧开天窗啊，所以才开始较赶紧的哦，较紧的甲改迄个计算方式，计算方式。啊，迄个时阵哦，拢是杨忠广咧迄落啊，伊有一个东方叫做江森啊，吼、哦，Fager 啊，唔是啊，江森的对江约翰森呐，欧人，伊是政治界。奥运的金牌呢，十项金牌呢，但是跟杨忠广比起来的时候，迄个时候伊是老二尔呢，拢是杨忠广在咧舞，在咧迄落啊，吼、哦，啊，都有这个机会，呵，真好，讲要无你的计算方式无改袂使啊，吼、哦，啊，他们就是人家的北京人吼，拢真暗度，伊是足无民主的咧，对不？那十项叫亚洲的，啊，这台湾来的，哦，啊，都开个都开咧，给人领导了，看有影，所以才利用这个机会吼，迄、那个改计分的方式，伊将吼三项都是删帖啦，十项内底有删帖，因为讲吼，咱毕竟是亚洲人，无像因咧。迄个欧美的人吼、哦，迄个骨头骨架吼，拢加足大个嘛，所以迄三片吼、哦，都加真占便宜啦，吼、哦，所以伊就将这个三片吼、哦，诶，迄个计算的，诶，迄个比重啊，迄、那个比重，就那个加进去，加到这个三项，阿怎咧？对，这对杨忠广来讲的时候，足不利的啊，非常不利啊，啊，对迄个江森来讲，伊就足有利啊！哦，伊若加一公分哦，应该是加三分了，好不好？即马变六分呢，变六分呢，我这比一个喻啦吼、哦。所以杨忠广迄个江森才会当甲杨忠广两个，个都爱咧比讲世界第一、第二安尼啊。啊，无拢是杨忠广的天下，迄个还袂介以前啦。啊，我都足注意啊，因为。足去崇拜这个杨忠广，所以足注意伊这个成绩哦。到尾啊吼，伊真正打破一万分呢。照用旧的迄个计算方法的时阵哦，伊第一个打破一万分呢。吼、哦，那是会使讲是一个足伟大的一个运动员啦。吼、哦、啊，伊就是咱台湾人，100%的台湾人。吼、哦，台东的阿美族嘛，阿美族，哦，这是咱感觉足光荣的，哎、欸，哦，安尼吼，是啊，哈、哦，啊，你往台东的哈，哦，这一定有原因的啦，是安奈遐伟大，一定是有原因啦，哦，啊，我是安奈参加运动哦，以前捌落去运动是，哦，啊，这我较听在个讲，啊，这有通讲哦。刚才唔知道迄个啥，伫罗马奥运的时候，啊，只比赛里只输，迄个江森输六十几分嘛，
伊赢七项呢，赢杨森赢七项呢，杨森赢伊三项尔，分数比起来煞颠倒，赢七项的人煞颠倒输五十几分呐，啊输去。啊，这是这样，这个是赢自己的啦，这样、哦、这样、哦、你说迄、那个杨川广是对迄个条款呐、啊。杨川广说，所以才做这个工作。哦，啊，除了安尼以外吼，杨川广吼，伊还佫打破一个世界纪录哦，迄是真少人知影。哦，伊人类第一个跳过撑杆跳啦吼，撑杆跳跳过五公尺的，就是杨川广啊。诶，世界上的第一个跳过五公尺就是杨川广。哦，啊，伊甲讲，伊家己甲讲，吼、哦，因为我迄阵伫做赢嘛，吼、哦，啊，我是安奈甲伊熟哩噻，因为伊拢食饭哦，伫餐厅吼，啊，足大餐厅，啊，拢坐伫第一排，正中，啊，边仔拢无半个人，大家拢惊啦，惊杨庄广啊，拢会惊呢，连我嘛错，我唔敢迄落咧。唔敢啊是，啊是迄个左营吼，一个著名的教练呐，柔道教练钟教练，我迄个部队，哦，啊伊柔道钟教练伊讲，哎，潘教练，我们去跟杨庄广一起吃饭好不好？我说好啊好啊，好啊，啊我两个盘啊胖嘞，啊就去个伊桌啊遐，报告总监，我们陪你吃饭好不好？哇，好，请坐，请坐。啊，阮两个拢总教练呢，对吧？应该有资格啦，吼。啊，伊就坐，伊看阮呢，即个面嘛，知影讲即拢总教练，老啊嘛，拢较老嘛。啊，我坐落了，我就拍他马屁呢，吼、哦，我就拍他马屁，说报告总监，你是我的偶像。吼，他看着我，大家都这样讲啊。哦，不是哦。当时哦，你1950年的时候，你在台大运动场在那边练跳高，啊，有一个教练是美国国务院派来的一个红人，印第安人，哦，啊，叫做米勒，对不对？米勒，啊，伊底下咧教你跳复滚式啊，啊，我看到哇，一个人在空中这样在躺在空中哦，哇，那个姿势实在真美啊，我。所以引起我对运动的兴趣啊，那呢，哦，啊，那个时候田径协会的理事长关松生也用他的拐杖啊，这样吐的啊，坐在那里看呢、啊。他一看，他一听我这样讲，对不对？这不是说假的，人地事物时间都正确啊，哦，啊，一家开始一家搞啊，开始，有开杠啊，那哈。你说那个 Miller 哈 ，Mr. Miller 哈，他不是红人呐、啊。我说我第二只写的是红人呐、啊，不是，他们都搞错了。他只是皮肤比较淡一点的黑人呐、啊，是安尼啦。哦，安尼来都开始都破心肝开始咧开讲啊。啊，我唔只知影讲撑杆跳第一个打破五公尺零哦，杨庄广。啊，那个错、哦，他一打破世界纪录哦，啊，可惜啦，没有列入世界纪录了，因为什么？还没有正式公布是世界纪录之前，就他又被人家破掉了，所以他就没有登录为世界纪录，哦，啊，其实是第一个打破五公尺的人就是杨庄广，哦，啊，这是他讲的。啊，伊讲，我讲啊是谁教你啊？我说我自己练的啊。哇，那么厉害啊！田径运动哦，里面最难的就是撑杆跳了。我一直有在聊安尼吼，不得了。伊讲哦，其实啊，他是有一个台湾去美国留学的留学生啊，跟他是 roommate 啦，哦，刚搬进的啦。啊，迄个是一个学数理的，理科的啦。啊啊哦，啊教杨庄广讲哦，
欸，你这个角度哦，哦，比如说这个杆子的角度啊，你身体的角度啊，怎么这个角度呢？欸，这样可以产生的那个力量哦，特别大哦。哎呀，从那后后啊，就叫尽量的去叫这个角度上吼，安落去冲啊。啊，其实哦，杨总讲，我说我就是需要他哦，来帮我放那个杆呐、啊。你撑杆跳那个杆要挂上去哦，不那么简单的，一个人是没办法的，一定要两个人呐、啊。所以杨总讲就是讲给丢掉的吼、哦，啊你练。啊，就把那个全世界那个一挂记者都来访问嘛，因为他是第一个打破五公尺的呀、啊。我、那个 CK 啊 ，CK， 你是怎么？你的什么教练啊？你的啊，那是我教练什么什么教的啊？其实那个教练根本就不会啦。哦，哎呀，计较的张一教练，你这一类教练的，嘿，我那个登出来呢，一下子就成名了。啊，一成名哦，哇、哦，绝了哦！啊，各学校都没请这个教练去演讲了。啊，是啊，他不会啊，啊怎么办呢？怎么去找杨宗广呢？跟他讲说，哎、欸，你怎么跟他说我嘛？啊，现在大家都要我去演讲啊，怎么办呢、啊？你要跟我一起去才可以。啊，杨宗广说，好啊好啊，钱你出就好了。哦，全国的到处的去演讲，哎、啊，演讲就是说，那个教练就说，这个很复杂了哈、哦。啊，杨宗广他是自己他是执行者嘛哈，他比较清楚啊，请他来演讲哈，我就赶紧算了呢，拢用啊，这杨宗广甲讲啊，无这啊报纸唔捌写唔捌迄落啊，哦啊就是伫左营吼，哦就是有这一段姻缘呐，啊我嘛是叫我迄队长哦，来，那你要不可以吃完饭就走。你一定要杨双广他吃完饭筷子一放下去马上要派人去把他那个盘子啊菜啊拿收起来收去啊呵呵，这也是杨双广第一次碰到有这样的那这样的服务了哈，因为拍摄个啊呢，那就是我对伊的这种的尊敬的这种表现哈、哦，所以说杨双广呢是可以说是非常伟大的一个运动员哈，非常那现在也是进入那个名人堂嘛，世界名人堂哈、哦、啊，他在1997年过世哈、哦、啊，在美国过世了啊，但是在台湾在台北那个暨南教会有办一个追思会，我有去参啊、哦、啊，是杨双广，这是杨双广哦。他跟我过去有这么一点点姻缘呐、啊，姻缘哦，哦，啊，另外再来讲的就是季正嘛，女生嘛，公平嘛哈，季正是我的学妹，是我的同学，我的学妹，哦，是哪个学校呢？是，永和啦，那是永和，一个私立中学，叫做立行中学，在永和，现在没有啦。因为后来发生一个命案，有没有？有一个我的导师啊，崔英啊，他开枪打死五个，把校长什么通通打死。后来这个学校就这样垮掉了。哦，啊，他是体育主任，那个时候季正他是新竹人呐、啊，哦，他是新竹市女中呐、啊，初中的时候他也是一样，中上联运拿两块金牌，跳高跳远。我那有一前一届我也是拿一块金牌，哦，但是跟他们比起来呢，差太远，因为我是初中的嘛，我成绩就是差不多初中的。可是季正哦，他是初中的成绩哦，比社会的那个省那时候还叫省运呐、啊、哈、哦，比省运的成绩哦靠后了。哦，大家都在讲，嚯、哦，这个女孩子不得了，这将来是一个不得了的人才。啊，我好就喜欢推展运动，我好就出两种人，运动人才。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挂的那些黑道，都是我的学长、学弟、学妹、同学啊，弄、啊、哦，那个竹联帮的啦，哦，四海啦，哦。
迄个虎门的啦，那么我那好诶，隔壁诶，哦，拢出这两种人啦，哦，啊，记者哦，就用最好的那个条件，请他到我们学校来，啊，读一年，哦，啊，现在我拢校队嘛，哦，啊，我咧练跳栏呐，我高中啊，读400中栏嘛。我咧跳中栏，啊！伊走去问我一个甲我同年诶吼，啊！迄成绩比我较好，400、800拢成绩比我较好，但是400中栏我成绩就会比较好。啊！伊咧叫我教他跳栏呐，不是纪政，是我那个同学。啊！我咧甲教跳栏，啊！纪政去找他啦，没有来找我这个真正的跳栏诶，吼、哦！我想讲诶，纪政是跳高跳远诶啊，是爱耍安尼罔耍尔。想不到说十几年之后，哇，他在世界上打破9次的世界纪录了、啊，就是女子八十低栏呐、啊，女子八十低打破9次世界纪录了、啊。哦，现在是女子100低栏了、啊，从前那是80低栏。那时候一个人哦一生哦能够打破一次世界纪录哦，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嘞。纪政打破9次，他打破第一次，人家又马上打破他的记录，他又打破另外一个人的记录啊，别人呢，我又打破他啊，他又打破，那这样一直在那里，只在打破，都是纪政在那里带头。他有4次的世界纪录是在德国慕尼黑。所以德国人哦，对纪政可以说非常疯狂啊，非常疯狂，哇，崇拜他，崇拜的不得了。后来就做了一条歌，叫做《飞要羚羊》，有没有？亚洲飞要羚羊，就是为纪政做的啊。他音乐的开始就是纪政啊，哦，而且这个3000年前哦，那个奥林匹克摕到冠军的哦，虽然伊是干呐赢一块迄个桂冠呐，吼、哦。也是个桂冠，但是等于个也讲哦，吼、哦，金钱上足济落来啊，吼、哦，啊，迄、那个雕刻家哦，都拢会个雕刻他的那个运动的那个姿势，哦，所以我们到现在3000、3、4000年以后，你呐去欧洲的迄个博物馆去看，拢有一挂迄个雕刻吼、哦，雕刻迄石啊雕刻啊，查甫啊吼啊，烫光光啊，啊咧啃铁饼啦。标枪啦，哦，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而且荣耀那个运动员，哦啊，诗人呢，就作诗也是在荣耀这个运动员，啊，就纪政呢，还德国人呢做一条歌来荣耀纪政，所以说、哦、纪政是非常了不起的，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哦、我还是把它定位为差第二啦，差杨传广一点点啦。啊，可是嚯，杨传广实在是不得了的一人哈。那我为什么要拿这两来做我们的这个体育运动的一个回顾？我有我的目的啦，哈。那么什么目的呢？第一个就是，马偕医院有一个女医师叫做林玛丽，哦，她是世界这个血液专家的领导者，顶呱呱的，哦，哎、啊，她用她的这个专业来研究台湾人的血液啊，她发现85%我们都是平埔族啊，要不然就是高沙族啊。哦，所以他说汉族大概是1% 吧，1% 而已，对吧？我是台湾人，而且我用这两个人来表明说，我们台湾人比你那个中国人还要伟大，那个又还要优秀了，就是 DNA 就遗传基因还更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杨传广，有纪政这样的人出来，你们有吗？你们有吗？哦，当然了，那最近他这 十年来、哦、他也有出一个很有名的高兰、哦、叫刘洋。
刘翔，他也是很伟大的。我很不喜欢讲中国，但是对这个刘翔我还蛮尊敬的啦。他在那个在欧美那些黑人啊白人啊运动家之前，他在那得意洋洋，大家都把他捧得像什么一样哈。但是这个刘翔要跟杨宗纬比，跟基正比，那还早得很呢，还早得很呢。哦，我都看过的啊。哦，我持平来讲，就还早得很。哎，中国那边有15亿人口哎，他15亿人口啊。哦，虽然他是说13亿的，其实还有2亿啊，那个是亚米的了，合起来15亿。产生一个刘翔，我们杨宗纬基政时代那个时候，台湾人也不过是1000多万人呢，我们就出了两个是世界顶尖的人物呢，对吧？所以我的 DNA 比你好，对吧？是同意吧？好，同意。对，有些人呢会讲了哈，啊，中国他们还有好多的金牌啊，跟美国拼啊拼啊。我要跟各位讲的解释一点呢，就是说我站在一个运动员的一个专业来讲的话，田径运动跟其他的运动不一样，哦，田径运动它追求的是人类的极限，什么极限呢？生理的极限，你的生理，你的 DNA 才能够代表你的生理啊，你的生理的极限。所以你假如说有一个人呢，打破1秒的100公尺的这个世界纪录，不这9秒68嘛，啊，怎么变得有一个9秒67，1秒而已啊，就那个时间，你看这么一点点，就全世界都要报道，都要那个，因为什么？因为它是生理的极限，人类的生理追求的就是这个东西，其他的项目啊，它也是追求极限。但是呢，它是技术极限，它不是生理的极限，它是技术的极限。所以它在训练上，哦，它可以，哦，一天练8个小时，甚至于练10个小时，10个小时真的是有，哎，有些人练的那个肾脏都出血，啊，哦，它可以练这个。田径选手你去给他练一天，给他练8个小时看看，这个一定死掉，一定练死掉，而且不会成功的啦。田径选手你就是要必须要用适当的量，适当的方式，还有科学，还有 DNA。 你要成为世界第一，你的 DNA 必须具备有世界第一的 DNA， 你才有办法。哦，我举一个例， Carl Lewis，这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嘛， Carl Lewis， 他怎么样呢？他100公尺，他是100、200跳远跟400接力，奥运跟那欧文斯一样拿4块金牌的，也是黑人。他高中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注意这个人了，哦，那个时候是我有《今日美国》杂志嘛，在台湾嘛，他就有在介绍他。他刚刚高中毕业要进入 UCLA 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说因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生理上啊，有比别人更进一步的东西，就不晓得那我怎么讲，因为我不是这个生理学家。我们肌肉里面随时储存的就ATP 嘛，啊 ATP 就。腺嘌呤核苷三磷酸嘛，它你这个使用，哦，可以产生很大的力量，最大的力量。所以有些火灾吼，哦，丢火灾吼，哦，哎阿嬷吼，哦，哎冰箱夹嘞都出来了，啊你个叫一个很多东西吼，无法度，就是那个 DNA， 就是那个东西呀，啊，ATP 啦，哦，啊但是那个 ATP 只能够用8秒。全世界人都是8秒，但是这 Carl Lewis 他说9秒，差那一秒他就可以，他那个 ADB 可以使用多一秒。所以在起跑的时候，因为起跑都是前面2-3步都是肌力啊，肌力就是看你的这个肌肉的那个
的大小，吼、哦、吼、哦、的成正比，迄个拢爱有肌力，爱伊肌力肌肉较细，比还是有一个叫做 Johnson 啊 ，Ben Johnson， 吼、哦、Ben Johnson 他肌肉足大，所以肌力足强诶，所以起跑的时候他都会赢杨创刚一个肩呐、啊，会赢呐、啊。啊、但是一直跑到八秒，那个 Ben Johnson 他的那个 ATP 用完的时候就开始撞墙嘛。那个时候那个叫做代谢的机转开始转过来，转换过变成葡萄糖或是什么哈、哦。那个、有的医生在那里，我都不敢随便乱吹了。哦，变成葡萄糖的时候，那个一个机转的时候就是撞墙嘛。他开始撞墙吼，你走一百公尺，你那有咧走的人，你就知影，走到差不多七八十公尺时喏，开始会撇，会撇，吼、哦，迄就是 ATP 用完啦。啊，这个卡洛伊斯，伊哦，还佫有一秒，还佫会使用。啊，怎啊？伫迄一秒内底吼，怎啊？到最后就是撞。你弄那个绳子的时候，都都赢Ben Johnson也是一肩呐、啊，都安尼，那都是 DNA 啦，这是最好的例子啊。因为他假如没有这个好的 DNA 的话，他永远就不会赢那个Ben Johnson， 你知道吧？啊，你干那要跟练那个一秒，那加一秒，你搁安那练都变不出来，那是你爸母乎你的。啊、你无法度，你家己无法度练，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为什么要拿田径来比喻说，为什么是我们的 DNA 比中国的 DNA 更加强？原因都是这些所在。对对对，大概有同意无？我有这个用意啦，我有这个用意。那我把回顾已经讲过了，我现在开始要讲展望相重要了。将来是别样嘛，我是认为讲，那妨碍现在台湾的这个体育运动的发展哦，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哪里？就在体委会，就是我的被告，哦，一体委会，因为什么？因为它实在是太庞大的那个公务机构，它是一个公务机构，中央级的，薪水都好高，啊，人才都是第一流的，他们都是高考通过的，因为那是中央级的啊，高考通过，哦，啊，进到读书了，但是哦，体育运动这个东西哦，不是说你念书有用，而是什么？而是你对这个体育运动的一种热情、热忱。才是真正能够把体育运动给撑起来的一个关键。但是我们的最高单位就是公务机构，相对他们是很有学问，但是相对对这个体育运动的这个热忱较无够。但是呢，他是包山包海，所有的一切通通都归他。什么通通都从前非常有创造了那个1998年19块金牌的亚运金牌的那个体育总会，他把人家给人家撤掉，通通给人家撤掉，撤掉以后啊，我要让伊生存呐、啊、哈，怎啊用有一个业务给他，就是所有的教练的那个等级的那个考试啊。啊、由你来花、啊、我拨一点经费给你、啊、他们就在那里吃不饱的饿不死、啊、存在那个地方。但是这个 我称为说相对的对体育运动的热忱热心比较不够的这个体育最高团体，他占尽了所有的资源，我认为这非常不公平、哦、消耗太大。有一天假如说我有幸能够来接掌体育运动的话，我不是一个体育运动专家，我不是教授，也不是那，但是我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要把它改组。我不需要这么多人，我只要三分之一就好，我只要把那个业务给它限定哪个，就是经费的部分。经费你要编列预算、啊、要向 国会要申请
要钱呢，必须要预算呐、啊。预算呐、啊，这些运动员呐、啊，还比较不会啦。你来替他们做预算，他们要求是我要需要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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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替他编列预算，然后要你去国会去争取预算，对不对？你国会一定要公务员去啊，对不对？去争取预算。第三个，这个他们在使用的时候由你来监督，监督的经费的使用，还有他的最后的结算，他的报销的时候由你来监督，这个都是你们的这个业务上很非常专业的东西啊，你由继续交给你们哦。还有一些就是说教育跟同样机关的之间的联系哦，也要公务对公务嘛，对不对？譬如说为什么呢？因为体育运动员哦，因为些选手哦，很多都是学生啊，像这个棒球选手啊哈，他也是学生哎、啊，对不对？教练呢、啊，很多也都是老师哎、欸，大学教授啊，哦，或者是学校的老师，那他们譬如说要去参加那个亚运啊，培训的话都要到左营去一年呐、啊，或者一年多哎、欸，那他请假怎么办？啊，他要代课怎么办？学生他要期末考啊，什么考什么考，还有说有些要研究所里面呢，他们念书啊，有很多要拿金牌的都是在大学里面都是已经在念研究所了呀、啊。我的学生就是这样啊，哦，啊，那怎么办？哦，那个必须要由教育部来协调嘛。比如说我没有办法回台北，那你教授请坐飞机。专机啊，用车子再到左营去给他上课，跟一个人上课，这个必须要教育部才有办法，他配合才可以，我们没有办法，哦，这个业务由他们来做，其他的业务全部通通归哦，将来是什么组织我还不知道了，但是过去叫做体育总会了，哦，体育总会你来接，哦，最重要的是选训赛嘛，对不对？这些业务你其他人没有办法、欸、你要怎么样去选选手，怎样去追踪选手，怎么样去那个训练选手，最后要参加比赛啊，怎么样呢？这个不是，这个要专业的，这个要专业的，所以全部都要归到这个地方，归到这个将来我还没有一个决定说要用什么样的名称、哦、但是大概就是另外一个字，都是专业，而且这些专业你们牵涉到我第二个要改革的，第一个改革就是那个组织改革嘛，就是体委会的这个事情，第二个改革就是我要把大学里面的那些教授，体育系的体育大学里面那些教授，他们的智慧，他们的人力拿到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一个提这个可能是将来的体育总会，你要当 OK， 我一定要研究一套制度，就是说你要当校长 OK 没有关系，我要请问你，你对社会体育有没有什么贡献？你有什么？你有贡献 OK， 马上就请你来当这总会会哦，你当校长哦，校长。哦，当总会的那个理事长或是怎么样、哦、啊？他就会，他会应用他自己的学生啊什么，还有这个大学里面教授的这些智慧啊，通通要运用到社会体育来。哦，这些教授他们很多都是到外国去念硕士、博士啊。哦，啊、他们有专业的那种知识。但是没有好好的去运用，这个国家没有好好去运用，他们是运用在哪里？就运用在国内的比赛，大学、大专、大专业的全大运呐、啊！哇，这个全大运，我这个学校，我这个体育大学要比你那个体育大学多两块金牌，哇，安尼多的操钱，这有什么了不起啊？你眼光要放到世界呀、啊！你要放到亚洲啊，放在这个那个大专体总，哦，大专全大运啊，啊全中运啊，哦，这个大材小用，对不起，我这些我通通都要给我拿到这个全，这个将来的体育总会，啊、哦，你副教授要升教授，
哎，其中有一项啊，你有没有对台湾的这个体育运动，这没有贡献呢？啊，有，很好。啊，没有啊，等一下，别人先，我看大家都主动的想要将贡献他的这个他的智慧，他的来给这个国家嘛，国家的社会体育嘛。你想这个社会体育会不兴吗？我不相信。他们的那一些专业知识啊，比我好太多了，比我这个总教练好太多了，而且各个专精啊，就是我最了解。当总教练就是我不必带他们去什么，那就是小教练去带就好。我只是看，这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啊，我就去找那个，包括主任。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啊？哦，生化的，要生化的。好，他就帮我们去找。总教练就是这样的，职务就是这样。啊，找来以后，他就来，好，来给你做检验，就可以知道说这个选手他是偷懒，有没有偷懒？至少这一个礼拜你有没有在偷懒？我马上就知道。哎，这个选手训练过度也不好。对不对？训练过度的时候，成绩会下降。哎，我训练了半天，就是要让你的成绩向上啊，怎么你现成绩下降，那也不好啊。哦，我需要这一方面的知识。哎，这个都是大学里面教授呢，他们比我懂太多了。这些知识我通通要给他，请他们离开你们的那个象牙塔，啊，请你到这个社会体育来帮忙。我敢讲，只要是这样的话，很快的，台湾的体育一定起飞了，一定起飞。用国家的力量，做对的。哦，第三个就是说教练，我这时间不在，是我到几点？啊？到40分，到啊，我三还有点三四个多十，钟头，对，还有30几分钟，哦，还有半个钟头。对。OK。第三个，我就是要教练要证明，要证明。过去哦，的教练哦，选手拿铁金牌哦，叫迄个光彩拢是伫选手，教练哦，拢无啦，拢无。啊，其实我甲各位讲啊，这个金牌设计者，这是这个教练，这是这个教练，唔是迄个选手啊，这。身体，他的技术去拿到而已，但是过程之间，他整个设计，你过了10年、10几年、20年，设计就是一个教练的，哦。然后我个人，因为我敢这样讲，因为我的学生有2个东亚运的金牌，一个，我主持人拿出来，我最好的例子啊，我也算清哦，我的学生啊不多，不很多，啊，进入一个国中的时候吼，长久以来啊，包括教练呐，我儿子啊，他们要补习啊，所以不能来了，啊，这能不能这个也不来，那个也不来，那我只有一个将啊，没有兵啊，我这要打什么仗？所以我就是什么想出一个办法，我骗这些家长，说骗是不好听了哈，那实际上真的是骗。我跟他讲说，你囡仔要读书，哦，啊，你们来读有读公立的无？唔知啊，我讲你若对我，保证读书拢读公立的，啊个大学。请问各位？我这是不是在骗人？当然是在骗人呐，是我又不是党，我又不是校长，我敢，我这里念书没考试的，问堂啊，好厉害，党公立呗，对不对？我又不是校长，我怎么有这个狗资格啊？对不对？有了那没有这个资格啊？但是我讲出来啊，不然哦，家长不会听我的，所以我就是用骗，啊，果然呢。等到他们国中要升高中的时候啊，校长啊，他们不能直升啊。我说什么不能直升？哎，我们这里
这里都是高中啊，我们高中的唯一的任务就是升学嘛，哦，升学，那他们哦跟不上的啦，他们会跟不上，不乖嘛，人大家在读书的时候，因都爱去训练啊，所以无时间哪有读书啊，讲过比人家差数啊，绝对走未去的，但是头脑都一定是第一流的。一定是好的选手，一定是头脑是第一流的。就像拿季正来讲，季正在我们学校里一年，那一年他两个学期啊，总分呢，啊，都是全校第一名，你知道吗？季正呢，他在他要运动，还要那个他的考，他总分都是第一，全校第一的。我们那个学校是功课其实也是很好的，因为我们那个所有的学校，所以从校长一直到那个在工友，哦，都是从建中出来的。都是从建中呢，我们校长是建中的那个教务主任啊，招了他们一堆的人出来，大家出钱去买地，然后成立这个学校，是这样。这功课哈，很多那个建中的、附中的啦、成功的，他们没有考上原来的建中这些，然后那么招来问好，读几年，然后再转学啊。季正是他是第一名的，所以头脑是非常好的。哦，那我就跟校长讲了，哦，校长请问一下你的升学率是多少？哦，我们升学率不错了，已经39点多了，哦，我都升公立大学，国立大学，哦，有30几个%了，39多了。我说校长，我跟你保证，我又在吹牛了，我跟你保证100%，我跟你保证，你让这些学生上去，他们100%通通进入公立大学。校长说真的吗？哦，那我就把他们的成绩要影印出来，全，哦，就给校长看。校长一看，哎呦，我，哦，都是高中冠军，全国冠军呢，哦，哎，不错啊，哦，后来他就去找，就开校务会议，我每一个开会的那些。那些学校的那些组长啊，那个主任，一个人一份他们的成绩，是3年来的成绩，通通给他们看。就是一个立委的一个助理教我的，他们我就跟他讲，你们请看看他们的成绩。哎呦，怎么这么好？我们都不知道啊。其实是那个他们的那个体育组长哦，偷懒，没有报给学校了。不晓得为什么，啊，后来我说啊，各位啊，那他要请我出去了嘛，对不对？他们要开会要投票，哎，最后都投票让他们进去，哎，果然我说他们全部进入西松高中了，啊，就是完全中学，啊，哦，他们就直升高中，我终于做到了。然后呢，到大学。哦，那3年呢，也是要去补习啊。我说不要，说我一定念大学，公立大学。哦，结果我那一年，我每一年有学生毕业的话，每一年去申请直升的哈，那保留名额一定上去。有一年哦，他只有5个名额啦哈，全台湾留5个名额要给空手道的。当届毕业的这个学生的最好成绩上去，我那一次毕业的时候有四个，5个只我们就占4个，别人不敢这样做，你只要这样做的话，那个家长就会告到教育部去，啊，5个名额结果4个通通给同一个学校，怎么可以，对不对？我那一年毕业的4个通通都是西松高中的，没有人敢去告。成绩太好了，成绩好嘛，对不对？这个就是教练，我用真想真计较安尼，认真计较，都是要提金牌。结果我这些学生也没有辜负我，终于就是东亚运拿2块金牌，亚运拿1块金牌，世运拿1块金牌，这是台湾空手道史将近50年里面。第一次有这种成绩，一个道场讲会让摕遮个成绩啊，过去无啊，我相信以后啊真拼哦，我非常有自信啊。啊，这些哦，其实这些选手
老早那国中毕业就要去补，进入国中就要去补习了，早就没有了。是安尼去怪，用心计较，啊去怪了，啊才有这个成绩。哦，啊这个是谁做的？是我做的啊！我是什么？我是教练呐、啊！啊，结果他们拿到金牌，我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我火大了，我就告体育委会，就道理就在这个地方。你这只是破坏国家的那个过去好的政策，他们人家改的这样乱七八糟，哦，这是第三点，我将来要改的，就是这些教练的证明，他的价值，他的荣耀，我统统要给他摆在第一位，这样哦。一家的用心计较，用心，因为有些那个教练哦，真的，哎呀，那是我非常敬佩。夫妻两个人哦，当老师赚的钱，全部都是在养一个球队，养球队。那个球队哦，那个学生家里都很穷啊，给他吃饭啊，租房子给他们住，他们学费都要来交，都那个，整个夫妻连一栋房子都没有。啊，只是为了什么？为了他的兴趣，为了他的这个热忱啊，踢足球啊，啊是怕那个野球那个软柿啊，我知道有这样子的，哦，这个都是教练呢，这些都是宝贝啊，啊，你都爱那专心，也看哦，他付出的啊得到的应该能够相等了，这是我。这一点我敢保证，规每规日都是拢在想讲，要安那摕到伊个亚运的金牌，还是奥运的金牌，就是这样来的，就是这样来的哦。那选手他生下来，他是一张空白的纸而已嘛，啊，碰到哪一个教练，就上面给他画一画而已啊。好的教练，他就画出来就是好选手嘛。按照多看拍我那个普通的高人，就是普通的选手，是这样子。那么再来就是说，哦，对这些从事动的选手教他们的教育啦，还有他那个生活啦、工作啦，以及到退休哈，能够有一个很比较那个制度化的，或者是法律化的一个制度出来，让他能够安心来从事体育运动，这样子。我敢保证，假使是这样子的话，十年之内台湾的体育运动拿金牌，银牌数一定是全亚洲的前五名。这一点哦，我是很有把握的，因为实际上已经有过了，曾经拿19块金牌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前五了，有过了。啊，那二十年来，我在世界要啊前拿前十名的金牌国家了，全是哦，这是我寄望在那个地方了。亚运呢，这个我比较有把握。那么讲了那么多哈，我必须要归纳一下了，就是说，哎，讲了半天，啊，这体育运动东西算手甲靠不来的代志呀，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吧？其实呢，我先来讲一个例子了哈，讲一个例子，我这个例子都对当涵盖。我有一年哦，我对去澳洲去异地训练，拢年一个华为啊哈，啊，迄年我甲设计的。那个苏格兰，啊，苏格兰哦，啊，谁来去苏格兰呢？因为那个世界空手道联盟的那个裁判委员会主席哦，都是苏格兰人呐、啊。我就是要，这就是教练的设计的，我就是要去跟伊交配啦。从那叫人去跟伊联络啥，要去伊啊，去到苏格兰哦 ，Glasgow， 第二大都市，第一大都市爱丁堡嘛，第二大都市 Glasgow， 去伊遐去遐训练，其实哦，伊个训练哦，我比伊个较先进，但是呢，我一天给他20000块钱，请他就训练8天，让他知道说，哦，这就是台湾
有台湾这一队，后摆吼伫比赛的时阵哦，加减拢有帮助，因为哦，空手道哦，甲电竞无共款，电竞是迄个客观性的项目嘛，迄裁判哦客观性的，啊，阮这哦半客观性，有些时候都是那个主审的，还是迄个副审的，迄个自由新政，哦。啊，都底下的迄个两个人，两个选手都是50-50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哈，那个裁判就可以产生很大的效用，你知道吧？这是哈，这是有经验的哈，所以我都要抓到个抓头啊嘞，对吧？世界人民诶，那个裁判委员会主席啊，啊，都去遐训练，啊，有一啊，阮去遐一八天嘛，啊，逐天回来拢坐火车回来，啊，拢到迄个 Glasgow 的迄个中央车站，我一刚回来的时候，哇，整个中央车站拢总是人啦，啊，我的队伍拢叫被冲散掉了，我拢20几个啦，啊，好佳哉，因大家拢知影你家伫队吼，啊，走，自己走，自己走，走自己的，啊，我知，有人遐多，我再去问迄个讲，哎，为什么今天人这么多啊？哈。Why crowded out people today? 一个台独的，你不知道，足球啊，足球比赛，安尼规个那个中央车站，安尼人就是人啊，卡球。啊，出来啊，我要去你家，沿路上哦，嘿，英国人哦，因真爱喝两杯嘛，对不对？啊，酒馆一大堆啊。啊，酒馆内底拢总是人，哈，哎，是，我才感觉到，哦，这个体育运动是这个样子的，啊，不是光是选手教练的，不是的，是全民的，男女老幼都有啊。你哪靠一个那个商人，靠一个现实的人，我就讲，哦，这就是钱呢，这就是经济，这就是经济。啊，那靠！迄个政治的、迄个现实的人，就讲，哎，哦，这种票呢，迄种一票一票那种，哈、哦。所以讲，这什么一些体育运动，哦，是只有选手跟教练那样吗？其实都是那个，因为我们在回想说，从前那里看那个扫棒舞嘛，哈，扫棒啊，扫棒哎，决赛时喏，我。啊！你拍迄威廉波特咧拍决赛的时阵哦，全台湾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哦，拢无咧困啊。第二天哦，职员咧困哦，头家嘛咧度孤啊，哦，学生咧度孤，老师嘛咧度孤啊。因为昨天晚上都没有睡觉嘛，就看决赛嘛，对不对？所以讲这是全民运动哎，是全民的东西。但是你别个。把运动把它变成全民的时候啊，你必须要有个很好的成绩，对不对？你都逐摆去比赛，都是拢在赶，那些人要去看。你逐摆都哦，要争世界金牌，哦，要争迄落时阵哦，大家唔只系讲半暝嘛，都在看，要有好的成绩，啊，非常好的成绩，才会当变成全民的。好了，那么好的成绩呢？就是选手跟教练的工作了，哈哈，我们做的就是在这一段，啊，假如成绩出来以后，就全国男女老幼大家都通通都加入的，啊，这里面就有很大的这个政治作用、经济作用，啊，这样呢，人民呢就会非常的健康，国家呢。就非常的富有，非常健康嘛，哦，也是非常强国富民，哈，富国强民，啊，的达到一个理想国的境界。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哈，啊，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哎，各位同心，请起立，行礼。